看看。买你橙子打几折？橙子打七折。那苹果打几折呀？苹果打八折。你瞅瞅你这个橙子跟那苹果麻麻来的，这个磕碜长得还慢一点。你妈，你小娘子长得漂亮，你小娘子打几折呀？不卖。嗯，哎，你说多少钱我就买得了。不卖。我这有钱，那你打几折？我给你打五折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真急眼了！干啥呀？妈呀，这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买了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你这别急眼，哎哎，行了行了。哎呦我天，这家这脾气啊！敢让我媳妇儿就给你打五折，大萝卜，长不咧咧，一点都不圆润，吃的。长不溜丢，一点不圆润，吃的。大苦瓜。长不溜丢，一点不圆润，吃的。大辣椒。这怎么一个比一个难吃啊？长不溜丢，一点都不圆润，吃的。你吃啥了？就是辣椒啊，有点辣嘴的。拿铁球干啥呀？吃的。不行，我牙不行。这个圆润，你必须吃了，吃的，吃，快吃，吃，吃。这个牙确实是。这一个榴莲，一个烤鸭啊！这榴莲又臭又难吃，给老婆吃啊。榴莲你放错了，放我这里，我吃。榴莲太臭了，不能给我老婆吃。我榴莲给你吃。嗯，行。这烤鸭这么香，给你吃吧啊！我放在你这里吧啊。烤鸭的话，你给我老婆吃，放我老婆这里。那烤榴莲你吃，那烤鸭给你老婆吃。那烤鸭这么香，那你咋的呀？这个你不愿意吃烤鸭呀？我要是吃烤鸭的话，我老婆让我跪洗衣板了。哼，上你是下。啊，那你这是怕？